好啦，呢部跳出嚟最快啦，中間嗰啲馬啲白色帽偉大領袖啦，開邊黑色帽就柏如啦，綠色帽嗰匹咧就係蒜片辣椒內檔咧，佢兩匹馬就粉藍帽嘅勤獎，同埋紅色帽江河咧綠寶啊，起步咧就唔肯出閘咗，勝利寶寶嚟嘅，鏡頭見唔到，冇理佢住啦。跑咗半路程，前面最快就係柏如啦，個鐘點啦，贏彈就柏如，二三名嗰啲馬見到裏邊內檔咧就偉大領袖勤獎啦，開邊第四位見到蒜片辣椒，咁啊包尾咧就紅色帽江河綠寶啊。咁啊，勝利寶寶例牌就冇出到閘嘅，嗱，見到呢匹黑色帽咧，呢匹就係柏越，白色帽呢匹偉大領袖，粉藍帽就係勤獎，嗱，落到紅色帽就江河綠寶，綠色帽嗰匹咧就係蒜片辣椒。